管管这群人吗？我是姐姐，我一个位置。要是后来我睡着，我会把你叫醒。不管有什么方法。喝的是什么？清酒。干咳。哦，不用，谢谢。你现在还好吗？其实不太好。我感觉到了。不是这种感觉应该很舒服吧？要。有一种就是你的眼睛。就是你的眼睛把这个世界虚焦了，然后你会把焦点就是放到你想放的那个人身上。嗯，那就跟相机一样了。对啊，就很这算是比较完美的视觉效果。他们往后退。好。